到在联邦宪法的这个修改有一个漏洞，因为它不包括如果党开除的议员不包括是教授，他就继续可以成为国会议员。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个修改，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如果他违反了党的决定，比如说在国会他投票给对方成为首相，或者他违反党的决定不要支持我们的动议，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违反了党的决定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讲情况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修改党章来确保任何的党员他是国会议员众议员，他必须要服从党的共同的决定。这个修改不包括我们的非国众议员的党员们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我知道有一些人说这一点要控制党内的言论自由，有人说如果有任何同志批评秘书长就被开除，没有这回事。我做的不对，大家可以公开的批评，没有问题。能够有个人的看法，因为党要操作，党要有尊严，我们必须要有党的这个决定，不能够让任何一个个别的领袖有个人的立场，特别是在重大的事情，比如说支持哪一方做首相，比如说投票这个修改宪法等等的一些动议在国会或者众议会。所以这一点没有影响到任何的普通党员，大家放心。